好，专注带你关心，准总统赖清德昨天呢公布了首波内阁名单，但是名单当中呢没有见到郑国会的要角林佳龙以及林佑昌的名字，也让郑国会的这个中常委陈茂松不满批评说，准行政院长卓荣泰是吃太凶哦。那为此，郑国会的绿委林代化也帮忙还价，带你再听。执政整个人事的布局啊，还是要将最佳的、最适当的人才放在最适当的战斗位置，而一定要是认真做事情，让人民能够对我们的执政赢得信任、满意，这也是对未来的下一站我们2026最佳的布局。那觉得派系的林佳龙最适合哪个位置？他确实是一个国家重要的人才，那所以呢，人才就不应该被埋没，那也不应该被寂，也不应该寂寞。所以我相信未来这个的政府啊，一定能够对我们林秘书长有借重他的长才来贡献国家。好，所以可以听到林代化表示，这个适当的人才应该就要放在适当的位置，是有帮忙缓颊的意思。但是也强调说，他认为说国家重要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，有为林佳龙来送暖的意思。他就是说林佳龙是一个好的人才哦，因此不应该被埋没。但是他也相信说未来一定会有他的重要位置。那还是呼吁说这个执政哦，不应该要来，就是以个人为优先呢，应该是要来超越个人以及党派。